讲福建话无问题啦。你有没有和80岁老人谈过话？他会把一生最精彩的经历和你分享，亲眼看到老鹰抓小鸡。是过好天气嘞，啊，咕咕咕咕，会惊就给娃娃也卡落来。无讲比榴莲较贵嘛，比榴莲较低嘛。哦，安尼包，伊若无看到，伊就包食贵。无看到贵囝，无啥物，伊就包食贵。伊看到贵囝，伊就包甲真低。真低，啊，直直火火，直直火火，无包。甲等伊要冲落来，咪甲冲甲真低。对，伊是表好好啦，就冲落来。啊，对。冲落来就裂了。啊，裂有，无裂，伊怪物裂袂着尔，伊安结劈者啊，怪囝有遐线个嘛，伊就破。伊落会劈一下，阿个囡仔伊落来就起。啊，总会劈一下，伊会石膏的声吗？啊，伊会石膏甲劈一下。啊，都掠一只，一只还是两只？一只俩。哦，一摆掠一只。一摆掠一只俩。啊，两只都飞起去了。啊，都飞去了，啊，就两双脚，两双球球，啊，两双脚是，迄个球棍吼，也撩啊，就抱着两四只龟吼，啊，石膏天棍，抱了就起。啊，你有看到无？有，我捌看迄旧时囡仔。不要讲有啥物呢？你落啦，啊，啥物无啦？因捌看到，嘛晓家囝，嘛晓家乖囝，捌看啦。啊，乖母看到爸晓甲有变做啥物无？是过好天气嘞，啊，各各各各块囝就给娃娃也卡落来，各各各各块囝拢从给挂来。这是真实的，来个老好个个枵吼，身边的囝无食，常常有影这。缘分我也过年的，啊，外省较出来淡薄，迄条一个票库是阮老爸去种一丛榴莲，阮老爸种了这几丛榴莲，阮老爸吃无着，阮老爸死了嘛。哦。迄丛榴莲搁得着，啊，榴莲比了无一丛老子呀，啊那迄个槟榔啊，安尼下年的、那個。外公无了真侪年了，阿你嘛是真少年。阿你顶摆你老母？那帮你头前有四个囡仔无去，3个啦。4个，你头前有4个无去啊？啊，你老母咪真可怜呆。啊，就是咯，伊讲囡仔若无就哭嘛，啊，哭几年几日直直哭，袂食嘛，就心脏病嘛。过去的一切都是黑白色的，可是父母孩子之间的爱可以填上色彩，在天堂。总会再相见的。每一滴流下的眼泪都会被串联，爱永远不会改变。